文老爹赶紧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要给你们看的就是十级的屁孩流。来，屁孩，くだらないな。布阵，一般来说，大家使用的都是一级或四级的天才流。老爹十级的屁孩流是角色增加30%暴击强度和30%效果命中，持续2回合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先买一个东西先。哦，金币，我买。然后刷新怪人核能，我再买。好，没什么东西了。十卡片区，我们来买一些好装备。好，我买。这件还不错，囚犯。这件也不错，战斗长靴。哎呀，好烂啊！休闲长裤我不要啊。黑帮头盔，哎呀呀，黑帮短靴还可以，有没有橙装啊？好，都巩固了。那么现在，老爹要带各位看一下、哦。老爹这个屁孩流，十级的屁孩流打我们的巅峰竞技场。好来，照道理讲啊，应该超强的、啊。老爹这个巅峰竞技场啊，用了十级的屁孩流，目前都防守成功啊。好来，我们来挑战第五名的欧文尼闪光。闪光可是一波流的代表啊！我这个十级的一波流又没有办法战胜他。好来，对面的 PI 还有三个 P， 靠腰我的 PI 晕倒了，我的 PI 晕倒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2回合的这个增伤哦，超级无敌增伤。好来，老爹二郎砍了6个，造成490万伤害。我们继续对面的春卷，1100万，相当的夸张。不过他自爆了，核弹 K 190万，对面还有3只，我们还有4只。好，先来到4打2的局面，绕那个球棒一个反击，对面的二郎。哎呀呀，好加载啊！现在来到2打2的局面，2打1的局面。流水钢赛天。如果老爹的屁孩没有被晕到哦，应该会赢比较多哦。我的屁孩被晕到了，没办法。靠腰不会输吧？不要开玩笑啊！好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我们再来挑战。第四名的阔鱼老公，菜刀流的好处就是啊，比赛超快的，超舒服的、啊。各位观众，好来，好久没有看到屁孩流了，老子的屁孩来了3个屁，99万伤害，3只暴走了，我的二郎暴走了，对面的瀑布鬼吼鬼叫之后直接内伤，对面的钢铁骑士干了6个。好，直接被带走。春卷小力点点，1100万。好，他直接被带走了。他的春卷又自爆了。老爹二郎220万，没问题，造成3只内伤。对面的二郎直接带走老爹2只，先来到2打3的节奏。靠腰，我怎么赢啊？
好，老弟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直接带走对面的细鸟高。现在二打二的节奏，球发一个大招，直接带走了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这就是老弟直击菜刀流的威力啊！再来，我们挑战第三名的奇葩的阔鱼马斯。二来，战力这么低啊，还这么强啊，吓死人哦！二来挑战我们的阔鱼马斯，老弟的厉害，开了三个屁，他的钢铁骑士晕倒了，没问题。对面的厉害也开了三个屁，好，再来。对面的瀑布怪吼鬼叫之后依旧内伤，春卷大力点1000万，相当的可怕。好，直接自爆。我的二郎还没开到大招啊，你干嘛？我的二郎还没有开到大招啊，靠腰。现在来到三打三的节奏，球棒的反击78万。好，老弟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僵。现在要三打三的节奏，他的屁还GG啊！细鸟高开了一个细，没问题。对面的二郎230万，老弟球棒一个反击，他已经不屈了，没问题。我的球棒真的有够硬啊！三打二的节奏。没问题啊，十级的天才流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流水流水干赛克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啊，跟鬼一样的强啊！再来，我们挑战第二名的 ONG， 不要梅尔。好来，没问题啊，前五名都打一轮啊，十级天才流啊。跟鬼一样的强啊！好，再来，老弟厉害，来了三个屁。对面的僵尸侠晕倒了，他也有球棒啊。老弟的二郎，328万伤害，没问题。好，对面二郎一个追击，老弟的核弹 K， 造成398万伤害。他很硬哎、欸，他真的蛮硬的、啊。好。老弟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造成88万伤害。对面的二郎560万，相当的夸张。好，不过他已经不屈了。老弟的两段追击，相当的狂。好，没问题。球棒一个反击，先来到五打五的局面。我觉得我的球棒快 GG 嘞，好，哈哈，他的欧团打不动我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现在来到五打四的节奏，没问题，哎，他的球棒很硬哎，细鸟高开了一个细，我的，好，老弟的二郎76万，有点低，仕方のない，何だけ。220万伤害，对面二郎快 GG 了，对面二郎快 GG 了。好，老弟的僵尸侠开了个僵，54万伤害。好，对面的二郎360万，现在来到四打二的节奏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好家在老弟的球棒很硬哦，我的球棒还蛮硬的哦，不过他的球棒也很硬啊。好，老弟的球棒造成27万伤害，没问题。靠腰啊，这个球棒对球棒的对决啊。不过我怎么觉得他的球棒很硬呢？四打二，我们继续。老弟的二郎开了一个二，直接自爆，完全没问题。僵尸侠开了一个僵，127万伤害。现在来到三打二的节奏，我不会被逆转吧？靠腰，好，没问题。
就被打到时间到啊，靠腰啊，球棒太硬啊，双方的球棒都太硬啊。要再来，不是啊，你们两个打快一点啊，这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得得偿所望啊，我的球棒又快满血啦。这可能要打到僵尸的那个不死的回合结束哎、欸！不要闹了，两位啊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去旁边打好不好啊？这么硬啊，你们两个、啊、不要闹了。呵呵，双方都打不死啊，怎么办啊？僵尸，你不要再复活啦！僵尸，你不要再复活啦！拜托你啊！好，对面的球棒，这伤害根本等于没有啊！哎，你们又站起来了，救命啊！我不管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他又站起来了，不要再站起来了，他又站起来了，僵尸侠，你不要再站起来了，可不可以啊？好，啊，僵尸侠已经进去了，现在来到三打一的节奏。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三打一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我觉得这个会打到时间到哎、欸，这个球棒都太硬了。好，我们跳过，我们再打最后一轮看看哦。双方的球棒都太硬了，都打不死啊，可能会打到时间到吧。真的啊，打到时间到输掉啦，呵呵，好像独角兽啊。好啦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